呛到了。爱人，你在哪？好久不见，仙龙，等着你呢。天主，请准备。四十二年主，飞龙在天，有为有守。四四永远在，我们爱你们哦，四十四连主，你们要，我们要疼惜四十四连主，疼惜四十四连主，学长们，温暖的掌声鼓励四十四连主。加油，唱国歌，好久没听，
珍珠联合参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立刻展开筹备小组，寻原来的半年一届到 一年一届，因为疫情关系改成 一年半。那现在我们最好的传统选择的场地靠近捷运站，第二有电梯，第三场面恢宏，阔气大方，第四菜肴精美，维持着1000块的收费，5年前1000块，现在还是1000块。我们的创新在主要在服务上，我们派了2位海军子弟的职工在捷运站口引导大家，我本人在楼下招呼各位到上面来，我们直接报道。有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们大家好，我是42组的代表萨小鱼，菩萨的萨，这每次介绍都要多讲一句。好，平齐，我们唱校歌了，总是要站起来了才能够放假回家啊。水晶和尚，情爱竟成一团和气，海军子弟兵天地地，兄弟姐妹人人称奇，公共心跳人用于子，大家心血冲一上衣，小生一中心牢牢记，三民主义最有为，天中宝国女子做大事，精忠报国，女子做大事。再一遍，海军子弟兵集体，心爱精诚一派的旗，海军子弟顶天立地，兄弟姐妹人人称奇，公共心跳人用于子，他家却一三一，小弟忠心牢牢记，三民主义最有为，精忠报国立志做大事，精忠报国立志做大事。银币给王军强女士，感谢98岁的老太太，谢谢，是我们不容易，我们拍张照，来来，我们晚辈的一片孝心，您就给。